队友又选了牙膏，牙膏我肯定要选一支来配合他吧，来帮他撞一下的，可以选个纳尔或是15头人，果冻人上路啊 ，OK 啊 ，OK 啊，果冻人很强啊，你知道有韩服精英果冻王哎、欸，有个果冻是韩服精英哎、欸，韩服精英果冻王有够强的，骨甲回血两颗物防，强吧，强不强？这样点残血的时候吸起来，然后在里面一直靠一直爽，很强吧？肯定吊打鳄鱼吧 ？No 怎么感觉会下去啊？yes. 潘森加鳄鱼，他们应该换路吧？我是拉过来了，他们八神换路了。索拉卡被改废，还可以玩上路吗？我建议你可以玩别的。没助攻哎、欸，我打一点 W 了，哇，还点一了啦，说说。这一把肯定不会玩 AP， 这一把对面有两个 AD， 三个 AD。我肯定第一个出火甲，然后第二个出小反甲，然后第三个出身份，然后再把反甲出出来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机器在中路啊？为什么挂了？哈哈哈哈哈！机器在中路啊？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韩仔心态这么容易炸、啊？我前几把发小啦，我打一哦，什么啦？该不要带斧了吧？不是吧？这么快？我不信啊！我是果冻人啊！我会变果冻，会变果冻、哦，我变果冻、哦，好棒！无情送分！哟！这什么意思啊？直接？这两个到什么意思啦？直接不玩哎、欸，对不对？还是他们在针对我？没道理，挂完要全部跑在上，为什么不是全部跑去下？为什么要全部跑在上？是不是针对我？哎、欸！哇！原地开跳！变果冻了！妈强奸果冻！白痴哦、喔！你妈死了要拖我下水！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们了啦？他们要上三个人来跟我打，到底哪里得罪他们啦？到底哪里得罪他们啦？妈三个人上我山上哎、欸！到底哪里得罪你了啦？牛，你在牛啊！牛！再来啊！再带斧一次试试看。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白痴！哭啊！游戏可以不要赢，但史丹利必须死。等我六等啊！再来啊！我恼羞了，恼羞！我还在。恼羞 ！Sto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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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等一下，很忙很忙。征服怎么当然很痛？谁啦？我刚好放过五百老师的歌啦。我觉得果冻是被低估的 T1 角色，真的，我觉得他应该是 T1 角色的，不然你们等着看，大概过不久他就要上来了。我说的话常常都是很快就验证了，你们就等着看。弹起来！
哇，跟他一起激动。下去吧，鳄鱼。Q。我还以为他要下去了。他说他要处理这件事，然后我的频道就好像没有被消失了。我觉得其实有被消失，只是他手动帮我更新而已。还闪插我，小杂科，不，妈强奸果冻，白。你们杀我啊！到底哪里得罪他们了啦？真的很烦啊！到底哪里得罪他们了啦？靠什么闪啊？谁知道那个天外飞来一笔，刚好插到我。再来啊！上路在打阿福是吧？他妈的！追！第一波，嘿嘿嘿，下去。想拉我拉不到，我们两个人一起逃跑，逼，最好刚好又是我中了，妈我灯一直弹呢，我在那边他妈一直弹。也可以是我死哦，真的很夸张哎！到底怎么了这游戏？我把火甲输出来了，再来啊，再来啊！阿福 ，Round Four， Fight， 再来啊！原地跳。小死他！你插出去什么意思？切切！我前几天好像上礼拜吧，上礼拜我问了我老木一个问题，我问他说五百在当年真的有很红吗？然后他跟我说，就像现在的九一一样，是这样子吗？就是其实好像当年有人比他更红，然后但是他还是在有。一席之地，是这样子吗？他的比喻合不合理？你过来、啊，我敢跟你打，我敢跟你打，真的。你以为打得赢我吗？他妈又来了！神经病哎、欸，这两个人！救命！你快走！给你个赞，你送的不错，给你个赞。不太对，懒觉比鸡腿，五百比较大咖吗？五百比较大咖吗？你们 是瞧不起九一？九一很大咖、哦。奇怪，他应该没走啊？哎、欸，他去哪？哎、欸，五百比九一，真的吗？抱歉，是我不懂事，抱歉。没有，鳄鱼真的在啊！你看他最后是不是在？什么？在空气笑？给巴德一个赞，他尝试的想要救我很多次。无情上分。对不起。不！白痴！我说的话常常都是。不太对，懒觉比鸡腿。